아싸가 아시아가 엄마 시향 니네 之前我表弟跟我阿嬤的时候，我表弟就拿那手机拍我阿嬤，然后我阿嬤跟我讲一些话，这样子，他说阿翔刚回来看阿嬤，哦，那个画面我看就心很揪，你知道吗？阿翔啊，阿嬤想你呢，回来一下好不好？阿嬤，舅舅。哎，阿嬤。哦、阿嬤，阿嬤，阿翔啊，阿翔啊，阿翔啊，阿嬤想你呢，我刚刚去找你呢，哥，你刚刚去哪里？你刚刚去种菜啊？对呀、啊，你遇到哦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没吃饭啊？我没有，不要。看到你们都不要。为什么你没有的讲我？我的妈呀！原来我来看你呀、啊。嗯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呢？哦。阿香你。好，你好，我来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好。我感到你，我感到你很好。看到我很好哈。对。我那个教会还在呢，哈。有。哎，我收照片了。阿嬤现在几岁了？90多啊，100岁。100了。他刚用跑的嘞。是吗？他跟我说90多岁，他跟你。90多，100岁。用跑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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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舅舅已经超重了。现在也不说了，也帅，而且头发又多，对，对，而且头发又多，对啊。他现在几岁？88。他跟我说快100岁。哎呀，我都是有他。我刚刚跟他们讲说，我以前骑脚踏车受伤了没有？对，我不是出来被妈妈打，为什么小时候受伤都会被爸爸妈妈打？大家想自己陷入。陷入，对。我那时候受伤的时候，就是你们在外面唱歌，然后我就出来说：“妈妈，你心情好不好？”我妈说：“很好，怎么样呢？”我说：“你看，我流血了。”我妈呢？就开始在打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换我心情，就开始被打了。我天哪！难怪就是现在健康的话，健康，他当年有金主，健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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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谢谢，一家健康啊！哦，健康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哦，那我们介绍我好家 ，OK， 哦 ，OK， 哦，加油，哦。真的有一些感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小时候看的视野，跟我现在看的视野是完全不一样。就以前我觉得这个庭院很大，嗯，就当我现在长大站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，它变小。那因为我们人长大了，然后就代表很多的回忆会停留在你的内心里。但是呢，你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，再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一切一切是拥有最大的欣赏。不管你20年没回来，或者是10几年没回家，你只要一站到那个地方，这个回忆就回来了。没错，观众朋友们，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去你以前所居住的地方，你可以去感受你站那个巷口，然后去回忆很多东西。他站那个巷口会不会被人家骂？你是一个很难聊天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